佛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句话很重要。我们心想善，这个世界就善，没有一样不善。心想不善，这个世界就是麻烦，就灾难来了。从心想生，那善的标准是与自信相应，自信就是天道，就是大自然，就是大自然的规律。如果跟大自然的规律相应，这就是。大自然生生不息，没有私心。所以圣贤的心完全随顺大自然。所有宗教里面那些创始人，他们起心动念也能够顺应从大自然，这是好的。像中国古人所提出来的，五伦是顺乎自然的，五常是顺乎自然的，八德是顺乎自然的，好啊。中国老祖宗，我们相信10000多年前就知道了，就顺从了，世世代代教导我们，我们不顺从自然，违逆自然，也不过是最近200年，这从跟西洋人学的。西洋人物质文明发达，就破坏自然定律了。他们要人定胜天，人胜不了天的，到最后麻烦还是要自己承受啊。顺乎自然是最美好的，违背自然就会有灾难。现在违背自然的事情太多了，给地球带来的灾难不少。甚至气候的变化都是科学技术造成的，违背自然。那么人体也如此，人体要能顺应自然，我们怎么顺应？对身体没有念头，对整个身体没有任何念头，像婴儿一样，婴儿对他身体没有念头，所以他身体健康。为什么老人身体不健康？老人对自己身体念头时时刻刻关心，壮年的时候没在意，老年的时候退休了，天天就想着身体，怎么这不痛啊，那儿不舒服啊，你想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出毛病了。最健康的想法是什么？什么都不想。什么都想可不容易做到。阿弥陀佛教我的方法太好了。专想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别想。这就顺乎自然了。像婴儿一样。婴儿从来没有想到我这里个器官那儿毛病，他没想过。所以他不会有问题，很有道理啊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中国人讲老小老小啊，老人要向小孩学习，就健康长寿了。佛教里面菩萨修行有这个婴儿心，有这么一个法门。观察婴儿，学婴儿那个样子，用现在话就是完全随顺自然，没有自己起心动念去造作，这就最健康的。这个道理被今天量子力学家证明了。那就是证明佛讲的
一切法从心相生。那所以心相要善，啊，纯净纯善，好，不要有妄想，不要有杂念，啊，身体就会健康。妄想多了，杂念多了，什么毛病都出现了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懂，是真理，不是假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